啊，中共的官员不会因为你出事儿倒台，中国的官员只会因为你倒台了你才出事儿，因为你已经完蛋了，你的那些丑事儿就全跑出来。这逻辑跟我们日常看到的是正好相反，原因是中共的官员没有干净的，从习近平到街道办没有一个干净的。那么中共是一个系统性腐败堕落的生态系统，每个官员都一身的事儿，你必须有事儿，这些事儿的把柄都攥在你的领导手里，你才会被提拔。如果你干净的像一个不沾锅，你不会被提拔，因为你的领导不放心你。只有你卖个破绽给你的领导，甚至你故意把自己的问题暴露给领导，相当于交一个投名状，领导才放心去提拔你。如果你知道了中共这样的生态系统，你就会很清楚，秦刚不会因为他有婚外情下台。秦刚婚外情的曝光，说明秦刚完蛋了，他被抛弃了。这就是中共官场的基本逻辑。